那我们来讲这个平等两个字看起来很简单，那我们怎么来理解呢？我们讲的是啊，我们不能输在起跑线上，是不是起跑线的平等，机会的平等，哎，就是等于平等呢？哎，大家看看，那这个问题呢，我感觉到是一个历史的一个过程了啊。咱从历史上来看，近代啊讲平等的时候，主要是一种形式平等，是吧？我们又通常称之为机会平等，也就是说，不管个人在事实上存在一种差异，但在法律上啊，都给同等的一个对待啊，同等有对待。人人享有什么平等的机会，是吧？那么这个就像我们啊讲的阶级权利、消极权利上，我们对于平等的理解啊，一种是消极的一种理解，一种是阶级的一种理解，是吧？所以近代的所谓的机会的平等啊，实际上是一种消极的形态来出现的，是吧？它强调的是什么？我不受国家的一种差别的一种对待了，是吧？当然，随着社会的发展，可能这个平等的含义啊也在不断的演化的，但是呢，随这个人的这个自身条件不一样，所处的这个环境也不一样，那个所谓机会平等的这个自由竞争啊，它往往会带来不平等的一个结果，就是所谓的马太效应，对吧？那个这个富人啊越来越富，穷人呢越来越穷，这个弱者呢越来越弱，强者呢越来越强，社会呢最后就进入两极分化的这种。所以呢，这个进入20世纪之后，现行宪法这个就开始修正这种形式平等的这样一种理念，开始强调这个实质平等的一个理念，那么所谓实质平等呢，就像一个学者讲的，它是指社会经济关系之事实上均等，对于社会意义、经济意义上的弱者，被要求应给予更为优厚的保护，及以保障他们与其他公民同等的自由和生存。我觉得就像两位老师所讲的这样，就是这个平等权啊，按照鲁梭的说法，鲁梭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里面他就讲了，他开篇他就讲了，人类的不平等其实有两种，一种呢就是基于自然原因，两位老师都谈到了，身高、矮胖、美丑是吧？强壮不强壮，这些都是这些都会造成人和人之间的差别。但是另外一种平等是基于社会原因所带来的平等，比如说法律上直接说，说黑人不是人啊，属于一个财产，那么这个时候他是社会制度造成了人和人之间的不平等。所以鲁梭呢，他在讨论他的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的时候，他直接把第一种平等就给第一种问题啊，他就把排除了，他说我只讨论第二种问题。那么今天我觉得我们在这里来讨论，我们也讨论的主要是基于社会原因所造成的这种不平等。那么对这种情况呢，这个首先呢，就是现代宪法啊，从近代以来，我们的平等，它基于说社会原因造成的，所以我们要在社会层面上实现形式上的平等，是吧？表面上我们都是我们的法律地位，我们包括我们的人的尊严，是吧？我们都是平等的，那么在这一点上，首先要实现这个目标，那么其次呢，就像这个朱老师刚才讲的，那么形式上的平等，比如说咱们都保护财产权，可是我只有100块，你有100万，那是有些不一样的地方哈。那么这个时候怎么办呢？我觉得我们还是要坚持，首先是形式是平等，然后呢通过其他的措施，比如说通过收税，他通过才收这个这个个人所得税，包括收这个遗产税的方式来缓解这个社会的这个实质上的不平等。但是呢，我觉得这两种方面不能偏颇。不能过度的为了追求实质上的平等，比如说我有100块，你有100万，我一定要把你的100万分给我里面啊，那么这样的话就不利于整个社会的发展。因为我觉得在这个社会上呀，我们所追求的平等，因为它首先呢就是说要保证我们所追求的平等是让每一个人啊通过自己的努力、勤奋、聪明才智去创造财富，然后获得这个社会的这个影响力，而不是说，我这个法律，我直接就，为了实现你们绝对的平等，我把你们的，财富也好，我把你们的这个能力也好，全部都拉平，这个是不利于整个社会的发展的，所以我总结一下我的看法呢，就是首先要坚持形式上的平等，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呢，我们应该通过其他的方式，比如税收的方式呀，比如说包括给这个弱势群体特别的保护呀，给他特别的这个支持的方式呢，来实现，来促进呢实质平等的这个实现，但是绝对不能以，这个实质平等作为我们法律制度设计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你这个应该讲得非常对的，是吧？在我们国家发展过程中，实际上教训是非常深刻的，是吧？以前我们讲大锅饭、平均主义，挫伤了人们的一种积极性，是吧？以至于我们生产力的发展，那就比较落后，是吧？所以这个应该还是有教训的，应该谈个大家的讨论啊。应该说就是说，在当下我们宪法里面讲的这个平等是相对的，它是机会平等和结构平等，是吧？行政平等和实质平等的一个结合。所以呢，他就是说强调呢，实际上行政平等就反对就是不合理的这个差别对待，实际上是吧？实质平等呢，就是说合理的是差别对待是允许的，实际上，就是当时呢，你什么不合理的差别对待它是禁止的，它实际上是要求我们经常有一句话叫同等情况同等对待，不同情况不同对待。哎，真的有一个学者讲的，哎，这个事情差不多，但是说的不同的对待，哎，这个事情本来就不一样，结果完全一样的处理，那就是不平等了，实际上。